哎呀，这面这个楼盖的是真硬，我操！就是你看中国那个建筑吧，你一瞅它就质量就不好，包括匈牙利的是一样。我去法国，我觉得它那个楼盖的也很一般，但是你要是去德国，你就会感觉那个楼盖的就硬，就一瞅那个质量就好。我觉得瑞典的那个斯德哥尔摩呀也是一样的。啊，这个楼看着就很硬，这个楼而且很长，看到了吗？我觉得它这边的建筑风格确实就是北欧的建筑风格呀，跟这个南面是完全不同的。基本上很多房顶都是平的，如果你去比如说巴黎或者是布达佩斯，你会看到啊，它那个房顶是三角形的，不会这么平。你看这个地方很多都是平顶的啊，当然教堂是除外的，教堂肯定是尖的。哎呀，这面看来是出不去呀，这是个停车场。